到金曲奖啊，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，每个人都会有希望的。我刚刚看到这边部分的年轻人很认真的唱生歌，我突然想要唱一首，就是这首歌啊，是很早很早的阿美族人，然后就是为了就是传教的时候要讲很简单的道理，然后这首歌流传在我们部落大概半个世纪了，就是一个阿美族的圣歌。人在最脆弱的时候都需要信仰，我觉得信仰会给人希望，然后活得会比较有依靠，所以这首歌就这样传下来了。他的歌词的意思也很简单，他就说神都给花有很漂亮的衣服，都给鸟在天空飞都很快乐，更何况人呢？对，神一定会眷顾我们。好，带来这首歌，有很多种翻译哦。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野地的百合，阿美族的族语的版本，给大家听听看。Thank you.